老公，谢谢你。叫我什么？我听别人说了，你是我丈夫。虽然我一直都没有想起来，对不起啊。啊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我虽然什么都没记起来，但我会好好努力适应妻子的身份的，也会好好爱你的。啊？爱我？我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尽快想起来的。想起来。不好意思，请你离开这里。金大爷，啊，金大爷，没有，无关系。我让你下车。没事，你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要不我们出去走走？好啊，走吧。啊，我们平时也一起散步吗？偶尔吧。那我们一般是牵着手还是挽着手？都有。都有。那。是吧？那这是我的。你又不吃？我什么时候说不吃？不给你吃。给我。不给，不给。给我，你给我。来来。给我。哎。给我。嘿嘿嘿嘿。哎。打扰二位了，我刚收到隔壁病房的投诉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婆脑子抽风了。谁抽风了？堵住你的嘴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打我干嘛？你以为不敢打你啊？哎，啊，别，挺贵的。哎，嘿嘿，哎，别打了，你以前说过的，你要当一个贤妻良母，记得吗？贤妻良母。嗯。但是人会变的。啊！疼！打我！疼！怎么了？哦，手臂疼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啊！还打我？打不打？嗯，打不打？嗯，不打了。这还差。打你！啊！让你揍我！谋杀亲夫啊！